它叫做两包就四条。你想我好，卡买两份哦。嗯。想买一份，因为是两包三包。你那边的瑞，一包到三名，三百块，六条啊，三包。哦，两个人的那。差一条啊。我差一条，要创哪会？我不喜欢的，我今日买变无咯。来，四包八条哩，三百块来。我爱人个鸡脖。那人头鸡脖还买坐，奇怪。呀，真正鸡脖。三百块得。还多呀？来吃鱼啊。来三百，来三百，小姐关我好啊，常常按了我收钱。来炸鱼卵三百，都买到了哈，炸鱼卵通通有了哈。评价后期啊，略蒸略烫略气炸锅了。鲫鱼有一点啊，鲫鱼是不是？是啊。好好好。我看，我你也讲比较啊，恭喜。想不要帮你这样走呢？蛤蟆搞起来了。我真不知道吗？五，你完刀？我卖完了，我一大箱都卖完了。你要早点来啊！要今天啊！这个时间来，这个时间来嘛，是不？今天好便宜哦，好想冲过。早上八点多就要来。你住？金狮湖啊。哎，龙鱼在这边，我等待小小，我决定跟他道歉的。啊，后面过岸哦！哎呦，龙鱼还在了啊！哎呦，你还有机会高。呀，我安尼算啊，你别个你别讲，他还在。哎，你今日穿下出来，我来跟你讲。来，再挑一下。苏莱恩，你住哪里？来，苏莱恩，他标一公斤，一包标一公斤，其实我客起来一包，唔系一公斤，同学，你慢慢。你说今天好便宜，好想冲过来，代表你来过啦。一公斤，苏莱恩，你该来过了，应该超过啊，老板紧。如果订东西可以栽配吗？不是每东，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栽配哦。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栽配哦。十包的意思就是，我那边一包十个人可以买得到呢。你要吃一包，免二啊五两百。你煎对香，你气炸锅煮汤拢好吃。来一包我。上班怎么来？那真的很大方。上班就没办法来啊。十个客人都有。上班怎么来？上班没办法来啊。这小小呀，这一包一包，你关了你就知影一包好，哎，真正做会落呀，好重。来钓一下吧，一包对香对煎对炖，哎，大哥你来啊。来钓一下吧，一百块咯。我真正恁客看嘛，足重点了。无，无，你可能咧举酒量呢。来，一百块钓一下吧，都有了哈。那我要收起来喽，大哥。哎，你拢买一包哦？恁真正唔捌买过下包哦？这一包一包偌俗的。来一百块来，哎，帅哥帮我挂过哦，不要大哥。当下你当下你。来一百块，今日存三包俩，钓一下吧。好了，收起来喽。OK， 买一包一包给我，你他妈喝了几包？肌肉丸子，来肌肉丸子哦，来我先来，我看到你上个请收台，请收台，我变成我啊，来两个人给我发货啊，两个客人而已，赶快，来要吃我以来500块来，来我发，来春节鸟，两个人给买钓鸟我以，来我发过来500块我以，来我发喽，乱喷乱喷，来两个。对啊，跟你老婆同名，是哦、喔，这个真的哦、喔，这么巧，还该不会真的是你老婆吧？来，冰弟来这波搞搞讲啊，因为我有人啊，刮天我唔敢来用清洁冰，奇怪我长热天，伊那个变刮天啊。哇，来，你食鱼啊，穿落好啊。来。好，你看，等我用千元。你也加。来四个客人，买三个就好了，四个太多了。来，我爸后来，以500块来，其余我不睡吧，这个鸡已经贵些了，真正好吃啊！来，三个人给你，来我爸，我最后一个，来去我爸春节的人客。哦，今天便利了。你是要陪地下拖起拖落，你是要甲拖后歹啊？陪地下啦，我爸好起来啊，是啊，你等于大下边人做态度啊，他睡着，我爸好来。有啦，好啊！你靠租给你啦，卖大给你买，你开还买？来来，人客呢，我靠跑完啦！以后唔安尼啊，今仔运用你。来，要食鱼啊，来。诶，迄个阿妈。如果线上买东西，可以帮你栽配吗？不是在线上，不是在线上下定，不是在线上下定哦。老师的建议要出贵呢，来几千块也不讲一样，但是每个东西都可以下定。我等你无法一千啊，我做无用的。
啊？人无看物件就提钱啊，姐。啊，人也无看物件就千。人都看一盘冰伫遮尔呢。来三个人加多啊，三个多啊，来要食鱼啊，今日一千块哇。免烦恼啦。我要收三个客人而已。来啊。无鱼啊，无坑安尼话哦。来一千块而已哦。三个人。老哥，老哥，传我。三个而已。来啊，我爱三块半哦。哦，你叫咩？加椒酱咩？今日啊，加你加一粒卤卵，阿明。加一粒讲下钱嘛。哎呀，先收钱啊！来三个而已，赶快拿钱，快哦！两个。哎，真落去，一尾百五人诶，本钱呢？那落去都贵诶，要求。我一尾卖两百多好尔呢。要一个啊。千块俩上尾落去，上贵诶落去哦。来，等一下再给你，等一下我再给你那个加赖的电话哈。等一下我再给你加赖的电话。我们那个啥 ，Jason 有破啊，不是啊，人龙啊，人龙有破，一尾有真，一尾一尾千吹猪藤拢有哈，两尾五百，来一千块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啊，好，安尼来一千来包回来。嗯，无够呀。嗯，当然无够。来金枪鱼，即尾来三百大尾，来一千嘞。三个鸟，我会当收三个鸟。红烧咩哦？不爱问你啦，春节呢，不爱问你啦。要加金钱，来一千块。这料，这个要料了。了呀！同学妹，我袂使闹鬼。其实我了，我会了事嘛。啊，凊彩啦，来啦！最后一个，有几哦？无得无啊？哦。你不创啊？你不创啊？我瞧你说对，对，安尼不对。哦，安尼无啊？你看摆啊无水吼。其实我刷一下红的。我三只冲大只出来啊！今天看下这鱼啊，安尼是绝对了钱。这大这大只的要死。因为恁开一千尔，恁不是开两千千五啊？吼，这是。哎呦，这只五百吧。这三只公的。这只是五百吧？落开啦，你后边落，别叫我倒。这只是五百。倒到几百？要死。走来，头一盘一盘吼，伊就同钱。最后面那只海鸡母就五百了。黄虾好来。来鸡肉丸子，来两百块好。哎，这足贵的，大家提来用看哦。来两百块来，唐扬鸡跟着呀，恁水啊恁，哎来两百块，鸡肉丸子放了没吃？用煎的，用炒的，然后用炸的，来五个人给两百块来。唐扬鸡这是本人做的哟，是本人台湾食手做的哟，来两百，来五个人给。好，我打上来了。准备看。我打上来了。谁买的？快姐，快哥啦！好，不要要。找你三百。报告，吴老哥。艾贝，同学，弟，最后加艾贝来七百红。三贝，外贝，两包你好不？等于你欠两包我嘛，我两包你。来七百块来。鸡肉丸子，多少价？七百块最后两。这我不卖七百，我是因为一半尔。小小老林七家来七百块。弟弟不要，弟弟真正有听我的话啊！啊，你个肯定，肯定翕相，唔免收钱。来，最后一个一百块来，一百块。鸡肉丸子最后一个啊，一百块。哎，冲啊！这不可没一百呢。冲啊！来啊！哦，你呀，晚一点啊，不？来鱼啊，给我两个呗。靠背。来鱼啊，来，来，这来，哦来。来，先放这边没关系。同学过来昂沙哦。你拿一半鱼啊，我小小给你得。在这看诶，喂！来，来红沙来，红沙一千多，我要装备啊！一只大尾，再收钱，分小弟啊，分股啊，多好啊！无啦，再收两百多啊，家己诶啦。我下底买我，你帮我饲诶，安尼。伊也无可能收遐物，紧啊，了了。小弟，你哪看在哭？我不是啦，上啦，你对目睭啊，看见在在哭。我阿妈比较少哭过。来阿妈来阿妈来哦，终于有人搞点阿妈，赞赞赞赞！哎，啊鸡腿排咧，我姐啊，我要鸡腿排咧，够不啊？
哇！来蛤蟆两百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来，要吃蛤蟆，这样要少啦，来一百块，下进蛤蟆无俗哈，一百块买无即款哈，来一百块，进来要吃蛤蟆，一百块，你也要蛤蟆吗？来一百块给我们，看看我们两个好兄弟。好，大卫分心了。我给你两回而已嘞。我不要让高威分心呐、啊！我大概八岁左右，他剩一个小时而已，他剩一个小时而已。八岁啊，安尼我十岁啊，来一百块蛤蟆几个呗？来五个人给帮我录。对，陈阿姨也还。哦，鱼啊，来旗鱼来。要我来，你这边来，再过来，谢谢。你物件敢忙扛起来啊？哟，来阿坚啊，我来。来四点的广告一下哈、哦。你明天下午如果要来新达港，不知道怎么过来，你就第一次的。来纽奥良记得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哈、哦，打开你的手机的 Google 地图，打开你手机的 Google 地图。来两百过来。输入这六个字，输入这六个字，新达港王中煌哈，新达港王中煌。然后 Google 地图就会跳出来我们的位置，你再跟着 Google 地图走，跟着 Google 地图过来就好了。好，下明天是下午两点哦，明天是下午两点，明天下午两点等你过来哦。来，十几来，最好姐啊，我啊，刘二良记得牌，来两百过来。他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牛二两吃到。赖叫围炉，来两百过来，飞机。赖叫围炉，春节让给你，来两百块。围炉，围炉。牛二两鸡腿排，通通有了，最后一个人，阿北北要就，阿就借后背吧。你不会给绿牌后背吧？不会啦。阿两个少爷，好，要我给绿牌借给人，不要赔，喝哦，过分。以后也来搞公节，我甲提醒你。好、哦、大哥位好啦，给他录下来。你们给几百哈、哦？哦，好，好，两包啊，得啊哈，你啥？来，金光吧，来，等于猪肉吃火锅，袂当无一克啊，无一克你煮开袂好食。这拢肉尔，我无挂头的哦。来，一人一碗，一克百一，两克啊，二啊二，买两百块完，三盒给你，一样两百块，谢管咯。炒饭准备煮火锅，他们工作完才会回你问题哦。他们工作完，他们工作完才会两百块来接管路弄我过来。他会问你问题哦。你了解啊？你五 K 啊，四百都买不两百块。金光吧，来两百块，够什么看到来？三 K 啊，四 K 啊，五 K 啊，你来，来两百块来，接管路来，都拿到了没有？快啊，了解那边等忙过两步，好，五 K 啊，两百，就干那样。来两百块来，五，他们现在没有空。来，最后两位喽。谢管路来，够三百块了，紧嘞！我这下别来紧，来安尼春节人一点啊！最后一个了，来谢管路哦！安尼袂怕做几怪啊？来这样，等一下，哎，开始！来最后一个无啊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一个客人五盒，四百都买不到五盒，来五盒给你两百块，最后一位两百块，阿袂买着金光嘛？春节，这下你买金光嘛不？五克啊，四百两百喽。叉粉、叉米、猪海参买两百块。两克的两百。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来花枝牌六个客人。下班了没？卖完了。明天再来。应该是六个客人。来两百，来七百块来，做顾伯伯会几百啊？伯伯就给你，不用等了，我直接拿给你们哦。来七百块来花枝牌。来六个而已哦，六个而已哦，赶快拿钱啊！同款十袋啦，人拢咧卖七袋一百，八袋一百，我搁咧十袋一百。来一百块花枝牌，够人无买着，回去一百块来。续签够吗？来一百块来，来一百块够人无买着回去卖无？一百块十袋，做好只，对蒸对煮对气炸锅拢有卡。来一百块，十片给你哦，来赶快，最后两位喽，一百块人回去摆。十片十片十片，没有人家十片一百个了，十片一百五了，一百，哇，你白不？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一百块，来，看这边来，哇，好准啊，谢谢。来，葱抓饼哦，抓饼出几包哦，一款，一块一包，把切开的面条饼。来，尾鱼下巴来，高压切波纹，要不要切开？八只鬼啊，就这胶球好强。我唔捌食过，我爱工作社会呢。
这种餐厅较看得到的料理啊，这不是黑尾鱼，是尾鱼。哇，我往前我唔敢卖啊，我往前来介绍馆，我嘛唔敢话。其实，这人家食材嘛，讲起来做成我往前会食吧。但是它是尾鱼，因为是大白鱼，所以油脂又高。啊，我们吃唔免一千八百，餐厅好吃的鱼啊，我大木尾也很大只，好，这一件就250了。大木尾一只也加加100多公斤。来，别别，价开500块来，尾鱼下巴，我把好酒掏起来，让人家来。来五百，后边阮弟弟卖，弟弟对，还是哥哥，伊即摆升级做哥哥，那还是哥弟弟俩还袂升级。来五百，我一下八百买，我一个小弟买。看好了，一块炸了袂了啊！不起价也不起价，算嘛都炸袂了。BP 安尼算嘛袂了。有点啥啦？来五百了。快吃完了，我现在就会差这么用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下班来，来，我爸正常的没来这几道啊。对吼，我做工程师啊，我做什么？来，我爸好了，来500块来。来，我爸都。来，抓铁面啊！去旁边把你的蒙面掉，我被你五百还烤炉啊，烤哦，不是烤炉。我送好不？来五百了，送。好，传播这个物件，他给你送啊，你免去看。汤哥，加麻油鱼一盘上来没关系哦。500块了。上面没有东西了。哎，拍谁？只有三个客人哦。来，最后两个人给围一下吧。你笑啊，那肯定的，肯定的。那你够棒。请加做好起来，围一下吧。我够几家好几。这么多点点，这么多点点乌了，这么多点点乌。这人会看到炸了包一样，搁树林底下看几包，来五百块。最后两位尾鱼下巴都有了吗？哎、欸，这真正好东西呢。不，我要吃，我要收来啊，蛮好啦哈。哎呀，我要收只五百。今天把你人都来。谢谢。上面没有东西。你给这个边的吧。你回餐厅吧。你一招二环，一招 BB。1000，被八按收钱。卖讲我无熟哦，弟弟啦，我可能熟伊啊。来，叫尾啊，两鼎500，来蛤蟆分一个，我叫尾啊。来，来蛤蟆多三尾的，麻烦一个哦。牛肉汤先缺货。来蛤蟆去一个来，弟弟的吼。哦，弟弟好，哦弟弟平常时啊发济工的吼。来，再来两鼎500，两鼎400，来300，来200块了。不是一锅200，是两锅给你200块。哦，有线上订购吗？又一个人来问，我不没办法一直回答你哦。有宅配，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宅配，他宅配要加赖才有办法宅配哦。来这边，线上订购在这边下单没有办法，不可以在这边下单哦。两百块，两百块可以来，最好几个人给我啊。两店啊，不是一店啊，来2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来200块，终于到了哦，啊，谢谢。来，好，阿要食虾啊，来虾啊，换换换来边。边上下个都对。一盒，是无？阿你海北买食过，唔免阁介绍，来三，南美300，200块我等。刚才没有买到的，快一点，来6个客人买这一盘，5个客人吃，来200块我等。海北虾啊，足甜，我的虾啊真正足甜，今仔个做大尾，来200块。冲啊！回哈喽，回哈！我还要把你买一个来，这盘免我来4个客人，全包4个人给吃都来200块。最后3位要吃海北虾200块来，来帅哥来，谢谢。一分两分拢不要紧哦吼，阿哥吼我好平平轮一轮啊，轮一轮较够花哦。来白虾200块来，超甜的白虾，来200块这边来端来。好，安尼我先走你，我来200块。来200块，这材料。来这一盘4个，啊你看几个给他弄回来，啊包了。七啦啦。来葱抓饼来托吼，俺平常时啊吼，来食饭食袂落，蛮唔是讲食袂落啦，身啊吼，有当时啊很多啊，当时啊心情较无好，我讲这包葱抓饼你摕出来，用途足好。你心情无好会困袂去嘛，啊巴肚会枵嘛，所以话你甲真真食食。啊，扛下来困住啊，中昼的啊吼啊，困袂去，心情歹，困袂，为冰箱捏一袋起来，为面搭了，30秒来睡困。这人家跟我讲的，不是我的好人。
但是爱乌空啊，啊无法度出去。来，我们现在180袋，1500克，你们一般买了800克、900克就很大包了，它是1500克，将近两倍。你被楼宇帮到了，超级八倍一样。对啊，高威。来，这样一包做多久？很困难。葱花饼，纯手工葱花饼，我就跟你讲，很困难。七千了，来100块，来抓饼，100块，哎、欸，100块不能搞，别怪用啃的呢，你啃掉都疼。来100块来，我问你啊，你们啃的？我跟你讲为什么？100块来。10片，里面有10片，1.5公斤，1500公斤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你看看，你有哪有改品呢？真正做大包诶，而且一包150就买不到了，100块了。来，手工葱抓饼。女生没感觉是很严重的事情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准备几个葱抓块。来。